2个月。你今晚上读啥？哎呀，老舒服了。轻轻一退一退，头后一退。底下还湿着吧。你这样干脱的稀土稀枣你就读，你不读这个底下这扎按摩这一块都是湿的，搅起来。哦。帽子影响听力了吗？对，那前两天老是给上火一样，长满一样里边。我呀，就是你洗头洗澡是进水的泡的呀，它潮涨动。对。上火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。就是有动一点耳鼻子了。哦。没有多。